各位大家好，这个最近我呢交女朋友了哦。那你们大家会好奇我怎么认识我女朋友的哦，所以我就想说来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啊。分手会打分手炮吗？他妈分手再说啦，你闭嘴啦。其实我跟我女朋友哦是这样认识的。那一天刚好我去图书馆看书啦，我家附近有个图书馆。你们问号什么？干爹，你们问号什么？干你鸟，我不能看书哦，奇怪欸。就拿着我的那个图书证嘛，对不对？我就去跟那个柜台人员，我就跟他说，欸，我想借一本书这样子。然后他就叫我去那个第三条走道的第四个书柜，然后叫我去那边找。我那时候要看那个，我要看那个财经的书。拿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刚好也要跟我看同一本书，你知道吗？就是我女朋友。太巧，这一切来太巧。有时候缘分哦，就是说来就来，措不及防的，你们懂吗？那女生就问我说：“欸，可以先给我看吗？”然后我就说：“欸，你也对这财经的有兴趣哦？”就是她刚好哦放假，然后她也是刚好来图书馆，不然她平常也不去图书馆的，跟我一样啊。就这么刚好那一天，我们两个都去了图书馆。我就是有一个男人的气度，我就想说好没关系，然后这本书就给你看。他就跟我说谢谢，然后他就拿那本书去找了一个座位坐下，这样我就去第三条走道的一个书架上面，我就拿了一个 Discovery 的书啦，刚好书馆的座位你知道吗？都坐满，那天真的好多人哦，就这么刚好，我女朋友旁边刚好就一个空位，然后我坐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发现她，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发现，就我女朋友坐在旁边，我就默默的静静的坐下来，我就翻开，翻一翻以后呢，我女朋友她就从旁边这样拍我的肩膀。Hello， 我是刚刚那个跟你看你同样书的那个女生啊。我说哦，真的好巧哦，今天很多人哦，都没有位置，刚好剩这个空位，我就坐在这里，我们就这样子聊了起来，热络了起来。有时候缘分来，真的就是这样子，骗小骗逼，看你俩真的没什么老梗，是真的。我们两个都看完了，也没什么事，然后我们就聊，也有聊天，热络聊天一下。聊天完以后呢，他刚好也问我说：“欸，有没有事？”这样子，等一下也没事，那不然我们去星巴克喝个咖啡，怎么开房间呐？不要把我想的这么淫秽，好不好？点一杯咖啡之后，其实呢，我就拿着一本，我有带一本笔记本，我就拿着笔一直在写东西。他也一直好奇我到底在写什么东西，这样在画素描。我把他的长相画在我的笔记本上面，然后转过来给他看。哇，干！他直接心动到，他觉得我很贴心，你知道吗？我完全把他描绘下来，干！你们都不信哦，不相信，我现在素描一次给你们看，他的长相其实完全已经刻在我脑海里面，我可以用我的笔一笔一画把我女朋友的样子整个画出来。先用言语跟你们描述一下我女朋友大概长什么样子。朋友她有一个非常艳丽的嘴唇，艳丽的嘴唇，超级漂亮的嘴唇。她的嘴唇哦，她的鼻子哦是一个非常挺的，她没有整形，她整个人最美的地方就在她的眼神，梅艳芳的眼神，你们知道吗？梅艳芳你们知道吗？是你们那个时期的人吗？啊，我直接画出来好了啦，懒得跟你们形容了。我跟我女朋友约好了，我们最近要去看一个艺术展览，最近对这个艺术很有兴趣，我最近是很有文艺气息，我的 IG 跟 FB 都被删了，决定重新做人，画好了，来，我女朋友的五官啦，大概就是差不多长这样 ，OK。看到了吗？懂吧？够美吧？那我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阿达一族？阿莱一族的爸爸是不是很小小？我女朋友超康嘛，羞夸婆婆，她也有点康康的啦。我女朋友知不知道以前我的事情？以前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什么都知道。那你们会很好奇我女朋友到底喜欢我什么东西？因为我问他说喜欢我什么，他是这样说啦，他说的啦，他说的哦，不是我乱讲。戴眼镜书生的样子，刚好我那时候我刚转型，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我，我现在是读书人。他看到了我在图书馆这样认真看书的那种样子，吸引到他，就交到我女朋友了。真的啦，哦。真的没，不要说都我自己在那边乱讲，我直接叫我女朋友出来跟你们现身说法哈。但是我女朋友不露脸，她来跟你们讲嘛，
我讲你们又觉得干我是胡烂的。我们后面还有的约出来，我们怎么样恋爱的，好不好？我分享给你们大家知道一下。其实那一次齁，其实我们第一次这样子见面完，我们都还没有对对方彼此没有表达任何爱意的事。然后我们第一次约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约去垫脚石。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些就是有注意到想看的书，我大概买了七本吧。然后我们也没有地方去，找个公园先坐着，先稍微看了一下这些书。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说，敢坐在外面吹风淋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我们就想说算了，那我们约去旅馆好了。我就跟我女朋友约去旅馆，躺得舒服，又有冷气吹，又有电视看，那身上淋到一点雨，又可以洗个澡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就约在去了旅馆，然后我们两个就到了旅馆之后，把那个新的书嘛，有一些还没看，先把它拆封，然后我就坐在床上面看着我的书。我女朋友呢，她就是旅馆，你知道，她都会摆一些泡面啊，她就在旁边吃她的泡面。我就看着我的书。那个旅馆的时间哦，我记得是开六个小时，六个小时。说实在的啦，我蛮乖的啦，色即是空，知道吗？其实我在我心里哈，我对女生完完全全就没有那种弄人家的那种心态啦。我跟一般男生真的都不一样，就像你们聊天室这些臭男生，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这个人对女生哈。除非结婚，不可能有任何越矩的行为。然后我女朋友她又再次的被我给感动到，她从没见过有我这种男生欸，连想接触她的肉体都没有。她的那个旅馆吼，就是有那种按摩椅，她那个脚可以这样放的那种按摩椅，找不到椅子坐嘛，那我就叫她先去坐那张椅子。好，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面之后呢，然后我就慢慢走过去，把他脚这样拨开。好，拨开之后，他脚下有一本书。好，他踩到我的书了，记得吗？我们前面去垫脚石买的书，然后他踩到了，我就把脚拨开，然后拿一下我的书，就又回去坐在了床上，然后他就起来，他就踢到地上的东西。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都还没有跟对方表达说什么我喜欢你什么的，没有。他起来，然后踢到东西以后。他跌倒以后，哇！我看书，书马上丢掉，这样一个回旋抱住了他，你知道吗？接到了，他就躺着，你知道吗？躺在我的手上，然后我就这样看他，我们就这样深情相望。他害羞了，他站起来，我们两个就莫名其妙抱在一起了。然后我头这样接上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这样子 ，OK， 放开，然后他就看着，他说：“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上你了，有一些比较贴心的举动，坐在八爪椅上面，我也没有任何的幻想。发生了这些事情，你们可能都不信，但是真的发生。喂，嘿、hey. ，你在干嘛？没有啊，干嘛？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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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有人不信啊，打个电话给你，给他们听一下声音。对啊，对吧？没说错吧？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我们。就是刚好都对财经有兴趣，对不对？哦，对啊。对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刚好拿同一本书，不是吗？是。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手先放在那本书上，然后你的手刚好也放在我的手上了。是我先放，你才放我手上啊？哦，是你先放，我再放你手上。哦，不，然后隔天我们在菜市场遇到吗？哦，对对对对，干，还有这件事，对对对对，好，没关系，我等一下跟他们讲一下。好，我等一下跟他们讲，我等一下跟他们讲。对对对，差点忘记，还有干菜市场的事情。因为其实我最近就是在学做菜，你知道吗？对，我有吃一些那种健身餐嘛，因为我最近其实身材控制的都还不错。那天刚好去菜市场，刚好又遇见了我女朋友。你知道，很少会有我这种年轻的帅哥在菜市场里面逛，他觉得我就是真的很不一样。拿着菜一转身后，我嘴唇你知道吗？碰到了他的额头。那他在我后面，他本来想叫我，结果我一转身，不小心就亲到了他的。额头啊，那时候就是在菜市场，就是有这种奇妙的相遇。后来我们就遇到了八加九，哎，妹妹，要不要上车？哥哥带你一起出去玩呢。因为那些男生，我跟他讲完话以后，全部人就这样围上来。我菜已经先挂在车上，冲过去，然后我就说干什么？走开！他就觉得我很有正义感，敢一个人哈面对这三四个八加九，这八加九就。揍我，你知道吗？啊，我女朋友也不能干嘛嘛，我就是鼻青脸肿的。我们不是有一次在投包人那样吗？啊，我女朋友你知道吗？就赶快带我去医院，跪着她的肩膀，我一直在吐血，你知道吗？牙齿还掉两颗。那医生说，哇，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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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赶快要在病房里面观察。然后女朋友就在旁边可能切一些苹果啊，躺在病床上面，我也没有办法吃东西，她就喂我吃苹果。要喂我的时候，苹果掉了，掉到我脖子这边，你知道吗？她一边拿着水果的盒子，一边拿叉子，她的头就这样靠近我的脖子，你知道吗？很近哦，把苹果这样咬起，跟我很近这样哦，我看着，
嘴要准备这样啊，亲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我就，等一下，那个，我脸很痛，把他脸拨开。我跟他讲说不行，我们还不是男女朋友，所以不可以这样。这样的事情跟你们说都是真的。那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女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她的工作齁，其实比你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特别，而且赚的齁，应该都比大多数人多。可能赚的比我还多。作为一个男人，你知道吗？我赚的钱比他还少。今天来还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大家讲。我可能齁不会再做 YouTuber 了。我觉得我做小白脸好了。我觉得做 YouTuber 真的好累，我每天要应付你们，不做了啦。做小白脸啊，花女朋友的钱。那如果分手怎么办？分手就威胁他，分手就每天去他家楼下站在那边，每天打电话，要不要给我下来讲清楚？我就不相信。不会出门上班，你不会出门去做指甲，你不会出门去剪头发。他不管要去哪里，就要问他，直问他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跟谁，不准。你要去哪里喝酒，不准。买卫生棉，不准。只要晚回家，跪了。他回家现在都不用我讲，回家他就直接就是先跪在那边啊。我就是一个恐怖情人。他喜欢我这种恐怖属性的，你知道吗？假如说我叫他去买珍珠奶茶，他给我买了一杯多多绿，我就会掐着他脖子，掐着举起来，你知道吗？为什么给我买错？每天我们家都是冰冰崩崩啊！他只要讲一句让我不开心的话，昨天我才打坏一台60000多块的电视，你们知不知道？原因就是因为他吃饭的时候吃完碗没有给我洗，我就。干你娘！为什么不洗碗？60000块电视有一拳，干你娘！直接灌过去，棒！干他吓到，但是他在吓到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很有男人味，所以我其实跟他的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女朋友其实出去哦，假如说我们可能去一些什么和牛啊，对不对？吃完哦，我女朋友自己会去付钱。你们要想哦，从以前交女朋友交到现在，没有一个有跟你们说我交女朋友，但是这一次哦，我都选择跟你们说，就表示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女朋友都是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不眼红了哦。你看这样讲完是不是你们都比较舒服，对不对？是不是觉得不会有那种干你交女朋友了，他妈你就是个马子狗，什么时候结婚？再说再说再说。他跟我谁比较大？我比较大，我年纪比较大。大了5岁，所以他会骑车吗？不会。大学生吗？不是。这回答要认真的哦。好，是认真是假的，你们自己判断了。交往多久？应该一个月了吧？差不多了，差不多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你就敢开扁哦？对啊，所以我跟你说，我就很 man 欸。做过了没？没有，没有，没做过，没做过。我就跟你说了嘛，我是一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男人。这是你第几任？这个应该是我应该7任左右吧。IG 照片怎么删了？我何止 IG 照片怎么删了？我整个 IG、FB 都被删了。有没有想过一起去哪里度蜜月？他们才一个月，才一个月是要去哪里度蜜月啦？女友多高啊？我女朋友167公分。其实我们在一起也不是那种我每天一定要勾在一起的那种，她有她的事要做。其实我们一样各忙各的。可以找她拍片吗？我觉得可以啦，因为他其实蛮强的。你女友有什么才艺吗？有，打麻将算不算？打麻将是才艺吧。女友有什么绰号吗？我跟你讲，以后我女朋友就叫做靖哥，靖哥。OK， 以后如果影片里面他有出现，叫他一声靖哥就好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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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了，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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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要去睡觉了。下次啊，下次再跟你们继续聊。喜欢我什么这些东西要问他好不好？不要问我。然后有空，改天有空，好不好？我拍个影片，叫他自己讲，好不好？不要说妈，我在那边给你们胡乱 ，OK 吧？